你怎么又生气了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呀。我刚才让你夸我，你咋夸的？我夸你，眼光好啊。我眼光好啊，哪好了？你找了一个这么优秀能干的男朋友。这是在夸我吗？对哟。给我重夸！想这么久啊？得想想，你脾气好，什么意思？嘲讽我？我没有呀。再想。你的鼻口是心形的，再来。你是个好女人。你能不能夸点肤浅一点的东西啊？有多肤浅？来，撞了我脸吧！你卡粉了？从花。确实卡粉了。抖音。